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静一，非常开心参加 QQ 音乐巅峰盛典，一起来感受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最美丽的精神状态。点滴热爱，成就巅峰。3月30日至31日，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，一起奔赴巅峰。形容下你最近的精神状态。清醒。为什么是清醒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成为更好的人。